大家好，我是香蕉人。前几天我的友人传了有老车展览活动讯息，地点在莺歌老街。由于这次展出的老车时间在90年代，也刚好落在我年轻热血时间，所以当然要过来看看，也回味一下当时的造车工艺。但我必须先提醒大家，我不是专业的玩家，当时也只是没钱的打工仔。如在影片有说错的地方，都欢迎在下面留言指正错误，谢谢。在入场后，我看到年轻时让我口水直流的本田第三代雅阁紧凑型双门跑车，特别是搭载翻盖式大灯，非常引人注目。再加上双 A 背悬吊迷人操控性系统和四轮碟式刹车，十足的本田热血风格啊！再来是当时根本玩不起的宾士和 VNW 车系，现在也一样，也只能远观欣赏而已。但蛮可惜的，现场老街灯光真的是不足，有些车子细节都要自己打开手机手电筒来观看。诶，前面这一组拍摄人员有点熟悉哦。哦，原来是小思汽车生活频道的柯P修车大佬，原来今天他们也有出机器来拍摄哦。如果槟榔城大哥再一起来，那就更完美了。再来前面这两台还是香老爹时代的玉龙皮卡货车，我印象中在我小学时代它是满街跑，有的还会再加上推拉式活动雨棚来载货。由于前方有活动单位在拍摄车模，所以我们先过去看看，等一下再回来仔细看一下这两台皮卡的细节。诶，这两位车模小姐穿的是年轻保守一些，可能今晚是老车展吧，如果穿得太火辣也不太适合，所以大家就加减看看吧。I feel like I'm losing my mind. Is everybody in the world blind? Please, Lord, give me a sign, a sign.那再回来看看玉龙这两台皮卡，外观维持得非常好，可以看出车主非常用心的在照顾，该有外观细节都没有缺少，非常的原汁原味，保有当时时代气氛。Give me that crown, get in my way and you'll be put down. It ain't your place, all this my town. If I want that shit, then I'll get it right now.而在现场我发现三菱的 EVO 车种展示最多，几乎可以看到爽。哦，终于看到我家第二台购入车四门雅阁 K7， 它是从香老爹开完，再由我接手开了快22年，最后再次高速公路塞车被前后推撞，不得不我只好报废让他退休了。这漫画式彩绘贴真的让人会有点现实和动画间分不太清楚。这法拉利车系也是只能梦中相见，当时在台湾真的非常少见稀有。这台玉龙老计程车可是在老车展最常出现的常客，今天终于让我看到它的庐山真面目。依它车龄，车主还能把外壳维持完整，真的非常用心在顾车。看看它的内装摆饰，嘿，真的是十足计程车司机大哥的风格，需要该有该用的东西一点都没有少，浓浓的民国50年前的台湾怀旧风情。在角落处，我看到我高职时期同学都要来一台的三叶凌风90G车，由于它的独特流线造型设计，等同都帮你设计改装好，只要买回家就能帅帅出门载妹到处去游玩，可是当时的把妹神车啊。目前这台外观保持得相当完整，零件都没有缺少，非常优质的一台机车。
三门喜美 K8， 这是我专科时一直想要来一台开开过瘾一下。它的三门造型在当时设计非常完美的一台车款，真的在台湾找不到同等级外形的国产车可以和它抗衡。 B 柱下方我有看到贴有 Type R， 但它引擎室是没有打开，也不知是真的还是贴假好玩用而已。内部设计就是中规中矩的本田风格，够用就好，反正到时你也会乱拆一通，再自己加装其他设备。这一台苏巴路硬皮沙配色真的是经典中的经典，表现出浓厚性能车的杀气。这一台硬皮沙的上翻式方向盘还真的是特殊呢，不知是为了下车方便还是防盗作用，请知道的人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一下，谢谢。哇，这一台性能车真的改很大，可以看出车主下了不少超能力去维持。这一台 Toyota 老车我还真的第一次看到，它的外观维持得非常好，金属镀铬边框都是闪亮亮的，真的有够厉害，配件也非常完整美观，连在手拉天线还没有断掉不见，内装也是保持非常干净，可见车主照顾得非常用心。这瑞典坦克 Volvo 早期的有棱有角外形设计在当时是非常有独特风格，一副开起来就很有安全感。接下来这一排就是30 EVO 性能车，由于我不是专注在改装赛车方面，老实说也只能看看就好。 Toyota 瑞斯，这可是当时每家公司行号都必备的一台客货车，不管是载人或是载货都是非常的好用，又挂上 Toyota 的高妥善率，简单的机械结构让它非常的好保养又耐操。这台迪奥50可是一代神车啊，真的是改车界的常客，在当时大马路都可以看到它改得奇奇怪怪在路上跑，尤其最扯是用上瓜牛式螺旋排气管，可是当时改车界的神之作，到现在应该无人可以超越。现场这一台 A186还原度非常的高，让现场的观众都一定要和他拍一张照片留念一下。奥斯汀 MINI， 有看过《城市猎人》漫画的观众应该对这一台都不陌生吧？在高大威猛的主角操控下，它是可以上山下海都没有问题，非常的耐操。哇，这一台 K8 真的下了不少改装钱在里面，算算都已经用上赛车等级用品哦。看到了，我家当时的第一台轿车裕隆速力303 1200cc， 由于结构简单又耐操，可算是当时家家户户都有过的国民车，只是在高速飙起来会有点空虚感，我觉得还是在市区代步会比较优一点。而在当时车子设计安全性并不高，为了提高行车安全，我们家是开了2年就把它卖了，换了国产雅阁 K7。 现在再见到它，真的让我回想到初次考到驾照，一直用它来学习道路驾驶，它那少了动力方向盘的辅助，重到要死的转动拉力，让我永远也忘不了。唉，好啦，也差不多看完要回家了。看完这次活动心得要怎么说呢？在每个时代都有它的设计思路和造车极限，在不断的修正改良到现在，我们才有越来越安全的车子可以来使用。这些老车也代表每个时代存在的造车工艺，也是不可抹灭的历史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，有什么问题都欢迎在下面留言告知。那我们下期影片见啦。